我家公子是被奸人算计，这是一场阴差阳错的冤孽。希望你能将此事埋在心里，日后若遇到性命安危，可凭借此玉佩到夜王府求救。梦中那画面浮现在我眼前。 说不定哪天叶修毒就回来了，你不能寻短见啊！叶修毒是楠楠生父。你说什么胡话呢？我知道你一直希望如此，可是……过去的事情我都想起来了。叶修毒就是当年在四国晚宴上与我有肌肤之亲的人。老天爷，你可真会开玩笑！ 新婚之夜夺走他的叶修毒，如今又让他恢复记忆。放心，我会完成我夫君的心愿。我会在四国大赛上赢回属于叶家的荣誉，而且我会向修罗门报仇，他们的所作所为。 既然你刚才叫了师傅，为师就传授你一个法宝吧。《玉阳金传》。有了这个法宝呀，定能让徒儿你恢复记忆，想起为师对你的好。
希望以后每年都可以和娘亲还有小燕一起过月夕。这不是昨天？这结果不对吧？昨天明明是平手啊。先生说了，画画时要加入创作者的心境，才能画出好作品啊。好，这都是你这两天画的？谁说的？自从你失踪后，为师就开始画了。你只许看，不许说话。说第三轮比赛我们不比了，好不好？我在父王灵位前发过誓，定要带着叶家重返四国大赛，绝不能食言。小叶，这次你真的赢了，以后我会心甘情愿叫你师父的。啊，我不是已经赢了吗？不过呀，你以后应该还是要管我叫爹。凭什么？因为我准备向你娘亲求婚了。真的吗？嗯，我希望啊，这本《玉阳君传》最后的结局就是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。所以楠楠，我想给你娘亲一个惊喜，你可以帮我保密吗？我保证不告诉娘亲。手要放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姿势才更舒服。那这只手是否应放在这里？公子果真天赋异禀。姑娘可否从我这琴音中听出天长地久之情韵？青洛，只怕是此恨绵绵无绝期呀。叶修独，你就是这么带队训练的？嗯，哎，青洛，这个事情吧，确实不是你想象的那。今日我让你感受一下背着我偷香窃玉的下场，怎么样？哎呦，青洛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是吗？那谁呢？你嘴上有毒？活该！我告诉你，这事没完。臭男人！哎呦，听我解释。今日去寻方龙，其实另有隐情。我们是在训练。我们研究了历届四国大赛，发现他们会在酒庄、青楼、赌场等地设置关卡，暗藏杀机。我们这是为了提前适应比赛节奏。若非你们忽然来了，他们便要动手了。